孔老师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不朽刚，大家都叫我叫不朽刚。我是来自不朽刚。不朽刚啊，不朽刚。我是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惠山县党岔镇马帮村的一个陕北后生。好长啊，叫不朽刚啊。你穿成这样是来打腰鼓还是来唱歌？是来唱歌嘛？掌声鼓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简单叫你哥哥打开，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马太太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简单叫你哥哥打开，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八岁我八岁，咦，谁还会在？抬起来好不好？我们还是比较意外啊，没想到他唱的是这个歌，我以为是唱陕北民歌呢。陕北也有年轻人嘛，年轻人也、哦、也比较。我们先让黄老师点评一下刚才那首歌唱怎么样，好不好？行，你自己打分打多少分？我就打个刚及格。刚及格60分，黄老师他能打多少分？我有一点惊到啊，你的声音好高哦。高是我们那边的人声音都高，声音都高，都哦，所以陕北的民歌都是那种吊嗓子在唱的吗？吊高音的对吗？它也有低的也有高的。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从低到高让大家看看有多高的。对对，你不要唱歌、哎、你就说三个字，黄国伦。哎，往上走，来说黄国伦。黄国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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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伦。啊，对对对，他们家吵架寇乃馨就是这么叫他的，你知道吗？孔老师、啊、你好了解哦。孔老师、啊、你叫他叫我的名字我的魂都快出窍了。魂都快出窍了是吧？不，他声音算高的啊，很高，好清亮，所以在陕北的那种高原大家都要这样唱歌，因为大家都很远，对不对？要对情歌是吗？很远，对，有情歌、啊、也有低的，比如说心情不好的话他就比较低落一点、啊、心情不好唱什么？心情不好你想听什么？你说嘛，唱什么嘛？那我不行，那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好不好？唱一个啊，就你平时唱的，好不好？平时唱的。哎，我给个要求，来，你给个什么要求？刚刚那首嗨歌嘛，啊，你唱的很嗨，但是没有听到情感细腻处，对，所以现在要来个情感风的，好不好？对，行，好的，走心的，走心的。歌曲什么名字？叫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啊。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对，彭老师，你就坐下听啊。啊。
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首歌啊？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啊，然后就是每当唱起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片黄土地，嗯，养育我的黄土地，想起抚养我成人的我的父母。你多大了？我23。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家里3个。你是老几？我是老大。父亲在生活当中对你的影响很大，就是他也不容易，就是特别的辛苦，有3个都是农村出来，都要上学。嗯，3个都上了大学了？2个上，我上大学，他上大学，我妹妹上大学，哦，还有一个小妹妹在我们当地县里的中学嘛，高中嘛。那是不容易，农村出2个大学生，还有一个正在读，哦，这也不容易。但是我现在又上一所大学，我又上了一所大学，就本来我毕业了。你又上了一所大学？我又上了一所大学。什么意思？我本来我就毕业了，但是我又上了一所，就是西安音乐学院，它里头专门有一个陕北民歌班。你就是你本来大学毕业你是学什么的？我是学幼师的嘛，幼教。你学幼师的啊？毕了业之后顺利毕业吧？肯定能顺利毕业嘛。但是然后马上又上了另外一个大学。但是我退了，就是说那个学校大三了，我就退了，因为我喜欢唱歌。不是，那你就没有顺利毕业嘛？啊，没有毕业，那就嘛就快毕业了嘛。你拿到毕业证了没有嘛？没有嘛。那不就是没有顺利毕业嘛？对对对。是不是？然后自己又按自己的想法去上了什么音乐学院嘛？对。家里供你供到大三，你老人家不读了，又读了个音乐学院。这个现在这个大学的学费是你自己挣吗？我自己也挣，但是它特别贵，然后家里也给。家里的话，我就是特别不好意思嘛。你说你当然不好意思了。村里面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他还又选择了另外一个，我估计这父亲心里应该是有话想说的。那我们掌声欢迎蒲小刚的父亲来。你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刚才听儿子唱歌，唱得好吗？哎，好吗？我刚刚听你也在上面唱吗？你唱两嗓子我听一下，我看看是不是他有遗传。咬了肚子手劲儿哟，塞兜兜来。哎，我喜欢唱了。结了绵绵有意，哎呀拉花花奶。好听。唱的可以啊。所以你看啊，这糙老爷们一旦唱唱歌，突然之间他那形象就变了，就很富有诗情画意了啊。刚才儿子说你挺不容易，家里带3个孩子，是吧？3个孩子。但他同时又说他有些对不起你的，对，是吧？这事儿你知道是吧？知道。他这个大学没有顺利毕业，又考西安音乐学院，你气不气啊？生气也没办法，我也确实没办法，这娃娃们走到这步田地来啊。实际上我供不起他在这个上这个音乐学院嘛啊。这个老人们那点收入都行。供不起。哎。嗯。这他要上，我说上。这个有以前的这个娃娃以前就是不想念了，我就不行，我可以我没有文化吧，我就吃亏了嘛。哎，那你现在你这个收入来源于什么呀？我收入来源不大，这个种地啊。哎，就收入一年收入个20000来块钱。一年收入20000来块钱。哎，就种玉米。那你供3个学生，这还等于供第4个了，怎么供得起呢？我就跟邻居嘛借。你本来说你如果大学毕业了，正好可以挣钱帮家里分担了，是吧？你这现在是我没有毕业，你又上一所大学。我现在自己也出去接演出，我也就是补贴家用嘛。因为我深知道我有2个妹妹，她都挺费钱的。就是咱们男子汉啊，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尤其是我们陕北这块土地出来的这些男子汉啊，更应该就是说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就是我你不就没这么干吗？对，我这件事挺愧疚，但是我现在就努力的在唱歌，唱好歌。那你唱歌能挣钱啊？现在能吗？现在唱歌能挣钱啊？你在哪儿唱歌能挣钱？我在西安的话，你看，比如说有什么演出啊，演出啊，啊，陕北民歌挺受欢迎的。你现在大几了？大一嘛。你才大一嘛？你现在会往家寄钱吗？寄了，给我们也寄，给妹妹还给钱，给妹妹也寄。给妹妹，我的大女。你对儿子有什么期望？我对我的儿子希望就越走越高越好，越走越远。谢谢父亲，先请坐。那你今天的心愿是什么呢？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帮助我的家乡横山县一所农村小学改善教学环境和学生的生活环境。好，谢谢。来，请回。你怎么会心愿跟这个学校有关联呢？这个学校你在那儿读过书？它是我们当地的，就离得不远，就是跟我们村子隔壁的。那个学校特别的苦，并且这个就是这个老师不容易啊，学生也不容易啊。是这个吗？对对，他是杨老师。啊，他接受了20年了，在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学校吗？啊，那个桌子都30年了。我们看这学校里面只有这一个老师吗？就一个老师，他又是厨师，又是老师，哇，又是妈妈，就是。而且教室很小。这是在窑洞里面。窑洞里面。啊，这是学校，就这么些个学生是吗？啊，9个学生。今天这位杨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校长。哎，你好，彭老师好。哇，杨老师好高啊！大家好。来，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子燕，来自陕西省榆林地区横山县南塘乡。就都是有特殊情况，就是在弱势群体。现在你们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能给孩子们只能提供的是他们有学上，对外面的就是世界一点也不了解，无论从语言交流，还有就是孩子都对外面的，就是性格方面都显得很孤僻，我希望他们就是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大山。你在这个学校待了多少年？20年。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现在的状况，我只能说把现在的9个学生给送出去，再一个是看我自己的身体如果允许，哪怕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就是尽力而为。就说到最后，老师说的就是杨老师说的就是4个字：尽力而为。他能力也十分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偏远的山村。尽力而为这4个字听在我的耳里心里，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倾尽所有，就是我有的一样不留，我吃什么孩子们吃什么，我会什么我教孩子们什么，哪怕只剩一个学生也要继续努力。这是老师的心，这更是母亲的心，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我们也尽力而为。这世界太大了，有好多的善事我们都做不到，好多该帮的人我们不见得都能帮到，但若我们有机会尽力而为，我们就尽力而为吧。谢谢你，谢谢你们教给我们的功课。我就不说心中这种感激之情吧，因为感激于小布居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小布，谢谢你给那帮孩子们带来了希望。所以呢，我特别想问杨老师，具体需要些什么？我该怎么说了？我们本人直说。杨老师有点紧张。不用紧张。杨老师第一次走出，第一次出来。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飞机。直接说。
本身自然条件就不好，然后是就是现代的教学设备这些全没有。那儿能上网吗？哎，对，可以吗？需要电脑吗？没有。但是他得能，哎，对，要上网。不是，电脑好解决，就能上网吗？有这上网条件吗？没有，没有那个条件。桌椅板凳和基本的教学用具是需要的。除此之外，与外界真正的联系，既然现在上网不能上，更多的课外读物和现在孩子们喜欢的一些知识的吸收的这样的一些教材是需要的。好，这些我们都包了。哇，谢谢谢谢，好感谢哦，谢谢谢谢曲总。老师，那您自己有没有需要？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哎，好问题哦。对，我想能不能提供你一些旅游的机会，让你多出来看一看。他旅游了，那些孩子怎么办？哎，稍等，对，这就是我接下来可能要说，就是让他多去见见外面的世界，回去给孩子们讲一讲。哎，这是一个特别好渠道。但当时我又想，我要提这个，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志愿者呀，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呢，有一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爱心活动当中去，给杨老师解放出一些时间来，多在中国各地去看一看。然后回去给孩子们讲一讲，让他们对外面世界有认知、有了解，并且有向往，他们也就有动力了。我们来问一下，你想去哪儿啊？最想去哪儿？最想去哪儿？不好意思说，说出来就给你实现。说你别吓到别人，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对对，没看见已经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吗？少女般羞涩。这样啊，我说一个地儿，北京去过没有？就去北京看一看。也对啊，来，这我告诉你，让曲总负责这样的一个去北京之行，带你去看看天安门，然后回去给孩子们讲一讲书本上的天安门是怎样，对不对？去看看升旗仪式，对不对？这最值得了，一定要去看。天津离北京又近，对，去北京看。杨老师，你给孩子们拍一些照片回去，对，天安门的照片、升旗的照片，然后北京呢各种形形色色的照片，包括今天你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照片，其实这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了嘛。老师看到的世界也带给孩子们看一下，这样的话孩子们就有了向往。在那个小窑洞里面，你可以带回去很多讯息，让他们知道他们读书将来之后为了要改变什么，对，好不好？我这事儿我帮你定了啊，曲伟老师，我专门安排人陪着你，好不好？咱们就三天，对，三天吃住行我们都包了。那拍照片这件事儿你也包？我安排人全办。对，太棒，帅！幸福来敲门，北京欢迎你。好吧，好，这个心愿呢，曲伟老师已经帮你实现了一部分，但是呢，不只是他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这个门是最神奇的，这门后面还有哪些惊喜会给你们，我们不清楚。当然前提条件是门得开，大家拿出手中的投票器，虽然这个投票近乎于形式，三二一，请投。票数已经超过200，但是我更好奇的是门后面有一些什么呢？来，请开门。来，那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也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今天来到这里听了杨老师的故事之后，感到特别的感动，特别希望能够像杨老师一样去帮助山区里的孩子们，带给他们温暖和关怀。同时我也会带动我的同学们加入到支教的行列，去帮助那些个孩子们。来，不锈钢，说一下你那个具体地址，说给他听听，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个名字啊，是在哪个地方？陕西省，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县南坎乡啊，南塔乡高歌大鼓。让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记住这个地方，有9个孩子，对，他们正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尽一份你自己的力量，或者你可以以一种游客的身份也好，支教的身份也好，去到那个地方看一看，也许能够给他们带去很多的讯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对于你来说可能只是举手之劳。谢谢你们，再见。来，四位加油，加油！
吴小刚质朴的歌声为家乡的学校争取到了物资和帮助，尽管出身贫苦，但是吴小刚还是把圆梦的机会留给了山里的孩子，让我们祝愿他能在自己歌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头发好酷哦。哇哇哇哇哇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吕浩玉，今年七岁，来自河南洛阳。我听说今天好像不是你一个人来的。啊，对。还有谁？你把他叫出来。我有点紧张，能不能让我姐姐陪陪我？你有点紧张，让你姐姐陪陪你啊？你姐姐能舒缓你的紧张啊？那让我也见见，还有这样的功能作用的姐姐啊！喊她出来。姐姐。姐姐。你好，老师好。你是镇静剂啊，你能舒缓紧张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李莲英，那是李浩玉的姐姐，今年十岁了，来自河南洛阳。应该是姐弟俩，长得很像啊。主要是发型特别像。对，发型也特别像。你这个衣服好像也是干这个的是吧？嗯，我们两个都不是。你这衣服是干什么？他是骑自行车的，你这衣服是干什么的？嗯，我们是专业的越野摩托车手。你们是，哎呦，还专业的摩托车手，谁信啊？在多大？你多大？我十岁。他七岁。嗯。专业的，蒙人吧？你看，信不信你看？这是谁？这是我。这是你。嗯。除了头发像，哪儿也不像。对呀，找了替身吧？这真是你啊？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在我们洛阳的一个场地。洛阳的一个场地，这骑的是什么摩托车？就是越野场地专业专用的那种越野车。哦，这还有一张照片，这都是你是吧？这个是我。这个是你。哇，这是他。哦，衣服看出来了，你好像偏爱红色。这两辆摩托车是一样的吗？还是因为个子高矮的不同会有不同？嗯，这是排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根据我们两个个子然后那个高低不同。哦，这还有。哇，这个是就是前几个好像一个半个月吧，然后就是我们去青海的一次比赛。这什么比赛啊？这是中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青少年组。对，你们拿了第几啊？我拿了第九，然后他拿了第二。你们俩是在同一个赛程里面吗？对。那你不如弟弟啊。我才骑了两年，他骑了四年了。哦，看不出来你资格老一点哈，你是师傅哈，这是徒弟。弟弟现在今年七岁对吧？对，已经骑了四年。四年了。那你几岁的时候开始骑的？三岁半。哇，确认一下，三岁半是骑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摩托车。摩托车。你那爸是你亲爸吗？就是我爸爸自己坐的那种小的摩托车。他一个人家里有一个人骑就可以了，干嘛你还要骑一女孩子？因为我原来是练钢琴的，然后就是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爸爸都带着弟弟出去，都不带我，我以为他们出去玩。然后有一次我就让我爸带着我出去了一次，然后就看见，然后就知道他们是在练车，然后就看见弟弟骑车样子很帅，然后我也就慢慢开始练了。你有驾照吗？有的，我们是比赛执照。那弟弟有驾照吗？有。哇塞，人家第二名。哎，好厉害哦。是啊。天哪，那你们俩这么能耐跑我们这儿来有什么心愿要实现啊？我们上前一步自己说。好，谁说谁说谁说，姐姐说是吧？我的心愿是我希望妈妈可以站在赛道边上看我们一次比赛。哎，请回，姐姐请回。不行，一次不够，让妈妈经常看。为什么要妈妈？妈妈从来没看过吗？
就是，每次我让看他们看比赛的时候，然后他们都说，很忙。他们是谁？妈妈。就是你妈妈从来没看过你比赛，是这个意思吧？对。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叫他去看比赛的时候，他都会说，很忙，不去了。那妈妈不去又能怎么样呢？你们比你们的赛嘛，妈妈怕看见就不看了。为什么一定要妈妈在呢？跟我们一起比赛的小朋友，都有家长，都有爸爸妈妈，下赛道看他们比赛。所以你也想有。那他们在那儿能够给你力量是吧？你能赛得更好。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这对孩子的父母，看看他们是什么想法。掌声欢迎。好年轻啊。这妈妈看起来像姐姐吧。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好年轻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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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站到你们孩子的身边，一边一个。哎呦，哭了，你看。爸爸先说一下，为什么家里孩子这么小，3岁半你就拉他就干这个？你也真够下得去狠心的。不是我拉他去的，就是他小时候，我经常爱骑着车带着他们上山玩。然后就是，应该是受这个影响吧，他就对这个摩托车产生很浓的兴趣。但那也太小了，才3岁半呢。他从开始学会走路，能出门，我就骑着摩托车带着他一块上山玩。那个时候还不到1岁，就是9个月左右，很喜欢这个东西，没办法，拦不住。我天哪！他爸爸要出去就是玩儿子，就要跟着一块儿。他第一次上摩托车的时候是上什么？骑什么摩托车？第一次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说他想骑摩托车，我就说你现在太小了，没有你能骑的。我说你先把自行车练了吧，你因为你自行车都不会，你骑什么摩托车？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才3岁多一点，我给他买了一辆最小的那个自行车，他就在家练，大概有一个下午吧就练会了，练会了，然后那是有天分，我练了一暑假，才练会。练会以后，成天就是缠着我，就给他弄一辆摩托车。那个时候也在网上看，最小的摩托车他都骑不了，骑不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他改装一辆，买了一个那种旧的那个女士的那个最小的那个踏板车，然后自己焊的那个车的大梁架子。反正那个车大概骑了有半年，就是骑的已经很不错了。那会儿多大了？那个时候有3岁半左右。3岁半就骑得很溜了，骑踏板车。啊，对对对。那你骑就骑，你后来干嘛还让他参加比赛呢？专业比赛呢？因为骑那个车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说这个车的，我不是在家经常看那个视频吗？有国外的那个小孩骑的那个车比他的那个好吗？他就说这个车刹车不灵，减震性能不好，发动机马力不够，就跟我找一大堆理由。然后就让我给他买。他还懂这个？对。但他3岁半。那个时候他经常跟他爸爸交流，包括现在都是，你问他他那个车什么地方坏了，他就能一买就给你说出来。他骑的时候车有什么问题他就说出来。然后就给我要那个更好一点的摩托车，给他买了那个小车以后，带他去看了一次，那个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那个青少年组。然后从那开始他就一块比赛。他算年纪小的吧？最小的，年龄最小的。那他骑就算了，干嘛让这么漂亮的闺女也去骑这个呀？当时他骑你反对吗？我没有怎么反对，因为我小时候说实在话没有什么梦想和希望，也没有爱好兴趣，所以挺羡慕那些有这个爱好的人。所以当我的孩子有这个兴趣爱好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支持他。干嘛还让女儿去骑呢？就是我女儿，她因为也喜欢，也是受她弟弟的影响比较多吧。就是看她弟弟在场上，她感觉自己回来，她说她感觉弟弟很帅，然后她觉得
很刺激，他也想试一下。我就说他试一下就试一下，因为他原来是弹钢琴的，没想到他就是真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也喜欢上这个东西。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很孤立啊。是是是，我们家三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三个人都喜欢这个，唯独我一个人不太喜欢。你是真不喜欢？我是真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可以去看看嘛，你干嘛连看都不看？我实在是没那个勇气站在那个赛场上，我没有。你人不在赛场，但你的心也是在赛场。对呀、啊。是吧？是。你与其心在那儿悬着，你不如实地观看不更好吗？是，但是，因为，我女儿曾经在我面前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受过一次什么伤？跟我们说说。就是在2014年。年底大年28的时候，马上要过年了。孩子说想去练车，希望我跟他们一块儿去，然后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我是亲眼看着我女儿在我面前摔倒，然后当我跑到我女儿跟前的时候，他爸爸把他抱起来之后，他就完全没有意识。怎么摔呢？是正常的倒下还是？因为是当时他们在一块练，在一个赛道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手势，是让他往一边靠一点，让他弟弟过去。因为前面的那个障碍，只有速度快才能飞过去，如果你速度慢的话，飞起来以后腾空过不去，就掉到那个坑里面了。然后他就把我的那个意思理解错了，他以为我让他就是快点走。当时他那个加速距离不够，然后飞起来以后没跳过去，掉在那个坑里面了。那哪儿着地啊？头盔都碎了，整个人没有意识。对，你把他抱起来，后来是伤到了哪儿？检查？伤到头部。我们在去就是抱他往医院去的路上，就是他当时我还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他爸爸把我女儿抱起来之后，我女儿就是如果要是正常情况，她会胳膊会动会有意识，但是我女儿那个胳膊就是在下面耷拉着，完全就没有意识，不会动。当时感觉像没生命迹象。对对对，当时我就一下就懵了。后来因为当时在路上，我们去送女儿到医院，我女儿一直在说我头疼我头疼，我就安慰她，我说以后我们不练了，以后就不再练了。然后我女儿那时候第一句话告诉我的就是，不行，我还要骑。当时我的那个心情，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那个撞击的那个冲击力，确实这边我女儿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她在就是意识还很不是很清醒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还要骑车。那你是什么个意思吗？你还让她骑吗？哎呀，我心里其实也是很纠结，我也说不来我这心情，我也说不好这个心情。妈妈如果真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这项运动的话，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态度，而不是说我只要不去就行了。因为你去与不去，孩子们总是在那最危险的那个地方从事着那项的运动，否则孩子们在那边是其实很希望你在现场给他们鼓励的。姐姐上来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对，我看就当涂磊老师在问为什么希望妈妈来到现场，来到比赛现场去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哭。所以其实你没在她身边，她其实心里是蛮没底儿的。所以做出你明确的选择。至于孩子们呢，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只不过未来是怎么样，这项运动到底是可以往下走，还是说因为危险我们退缩，这里面第一孩子们要做出最终的选择，第二爸爸也要做出明确的态度。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们没有成熟，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危险背后意味着什么，而你在这方面经验相对来说多的，你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否则爸爸妈妈都不是很明确，孩子们当然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最终解决方案是四个人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大人们把权衡利弊的这所有方方面面都摆清楚，孩子们说出自己的愿望，最终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或者去全家支持，或者不去全家同意，就这样。我跟乃馨常常在看电视，看到有那种飞车手这样飞过去，飞过一条河，飞过一座山的时候，我常跟我老婆说，他到底在想什么？对、他为什么要干这事？他爸妈在想什么？他们家人为什么在想什么？可是我常在想说，
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一位伟大的赛车手，只有他能够飞过那条河，如果我们从小就扼杀了他的梦想，可能就没有人能够做这个事情。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就扼杀了中国之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我感觉妈妈，你的女儿非常简单，她希望你去看她。你待在家里你也是忐忑不安嘛，如果你去看她两次，发觉她非常正常，帅气漂亮，拿到好成绩，搞不好你心就安了。你知道你在家里常常在想象说他这一场有没有受伤，那一种恐惧感比你在现场更大。完全支持孩子们的兴趣是不对的，不干预是不对的，完全不看也是不对的。你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去观察他们。所以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观察到你的女儿刚刚从地上爬起来，去医院的路途当中刚刚逃过死亡的陷阱，他说他还要干，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很触动你。你应该内心会有一定的判断，觉得对于哪个孩子在职业的选择或兴趣的选择上应该做出你正确的，而不能够回避，好吧。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来听一下观众们的意见。来，妈妈和妈妈先下去休息一会儿。那今天主要的攻坚力量是妈妈，妈妈要做出选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器。如果现场是超过200票的话，幸福大门将向他们敞开。但是妈妈会不会从幸福大门当中走出来，这还要看她自己的决定。接下来，请投票。行，可以。看来大家还是赞成母亲观看孩子们的比赛，希望他勇敢地走出来。那么母亲会不会从门里边走出来呢？你希望他出来吗？你希望吗？希望。你跟你妈妈说一声，看看他会不会出来。妈妈，我们已经长大了，会保护好自己的。妈妈，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会在赛场上自己小心的。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妈妈会不会从门后出来吧。来，请开门。也为妈妈想一想好吗？如果有可能，妈妈真的受不了这一切，我也希望你们答应我可以想一想，要不要为了妈妈而牺牲一点自己的兴趣或是所谓的梦想。你们才7岁跟10岁，人生还有好多好多的梦想可以去看一看，不一定非要跟妈妈对着干，让妈妈这么难过这么担心，好不好？不一定都要妈妈听你们的，也许你们也应该为妈妈想一想，偶尔也让妈妈安心一下，好不好？好。还是那句话，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要自己去实现，每个人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去负。如果你真的就想坐赛车，你就可以跟妈妈说，虽然你爱我，但我死了也要干。你有本事你就这样说，说了你就去干，否则的话你就别干，省得母女俩天天悲悲切切。那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呢？好不好？谢谢你们，回去找妈妈。
他们是一对专业的越野摩托车手，自小与车结缘，一直梦想能登上超级越野摩托赛的领奖台，曾数次征服国内越野车赛赛场。我们愿母亲的担忧和坚守能化为对孩子筑梦的力量，祝福两个孩子永远健康平安。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百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热烈的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大家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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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您这一身打扮很有特色。我是生活工作都是一样的。哦，你平时也穿成这样？对。哦，我是一个民间手艺。民间手艺。做菊活的，菊瓷、菊碗的。您贵姓啊？免贵姓王。啊。艺名王老邪。你邪在哪儿呢？不走正道。你不是挺走正道？你还穿得中中正正的。因为呢。就是当初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呢，哦、高材生。我是在学的过程当中，是在做我自己家传的这个老手艺，就是菊活啊。对，同学们呢、哦、就说我走邪门歪道啊，就送我个外号叫王老邪。哎，您说一下您这个，您说您叫王老邪，您多老啊？说老也不老，36岁倒过来。啊、哦，63是吧？吓我一跳啊！36岁，36岁这个样子啊，那我也够奇怪的啊。你很多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菊活是干嘛的。菊活呢，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嗯，一个碗，摔坏了、两半了，那么用我的菊钉的菊瓷手艺把它菊合了，正常使用，滴水不漏的。缝补生命，修复艺术，是我们家族的八字真言。您平时工作生活都穿成这样？都是这样。可能60多年来。我没有改变我北京的那个，哦，老北京。对，因为我是从4岁，从内蒙，我爷把我接到北京，接到北京以后，我从4岁呢就读诗书、习武、练文。哦，你还习武啊？啊，对啊。然后呢，学家传的老手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上上下下身上都透着一种中国味儿。啊，就老北京的味儿、啊、而且我到全世界各地去讲学、啊、嗯，永远都是中国风，因为我是中国人。特别好，特别好，好的，谢谢。哎，我看您这个身上有一个徽章，这个是？这个是我中国协雅居士研究传承与保护协会的徽徽、哦、您手上还一大戒指。在我们中国四川的慈禧戴的那一对戒指的其中一个。哦，真的呀？我祖上嗯原是北京宫廷造办处的御用工匠，我是第5代传人。那你这个菊活也是？对、啊、我们家不是民间的菊活，是宫廷的御用巨匠菊活。得了、哦、所以说呢，你们现在到北京去，在北京故宫里头有一个四方的慈禧的那个景泰蓝的一个钟表，嗯，坏了，我太爷把它修好了，他就把这夜明八件赏给我爷了。啊，这个就是当年慈禧的那个夜明珠。哦，您刚才说您也有武功对吧、嗯、我想问一下，这武功跟菊活有关系吗？练气。练气。我自小练气的时候是要对发丝，嗯，要用筷子夹豆腐的。这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菊瓷手艺是发丝间的舞蹈，指尖下的芭蕾。嗯，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菊钉只有一个头丝的距离，你的稳定性不够，是很严谨的，你是做不好的。啊，看了您身上的物件，看了您刚听了您刚才说的话，对您更加有神秘感，所以你的心愿我们也更想听到到底是什么啊，好不好？接下来咱们说出自己的心愿。好吧，好吗？来，上前一步，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就是要把我的菊瓷手艺，找到最好的传承人，把它传承下去，因为我不想把它带进坟墓。谢谢大家。来，请回。现在这门手艺现状是怎么样？很少人会是吧？刚才说到了，可能在座的人们对这个菊瓷手艺好像有点不了解了。啊，是不了解。因为呢。中国呢发展速度太快了，嗯，我们民间手艺呢360行
在我们中国呢逐渐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退却了，消失了。但是呢，作为我们老祖宗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个老手艺，我真的不想让它死亡。在2004年上报非遗的时候，我是没有公开，因为这里面有一件事儿，我们祖上呢有一个规定，是传内不传外啊，传男不传女啊，爷爷教孙子，爸爸不允许教儿子，嗯，这是家族的规定，一直是这样吗？而且呢，我呢，因为我呢身体状态，看我身体是挺好，嗯，但是呢，我身体意外有伤，就是我的声带是断裂的，后缝合的。我的贲门呢是坏的，后移植的，就是说他的那种状态突然间发生以后，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会有意外。对，所以我现在呢是在努力的把我的手艺做成光碟，写成文字，我现在在写书，就是说如果我走了，我会把这个手艺的详细资料留给这个世界。啊，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但是资料永远都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我一定要选择徒弟来作为中国千百年传承下来这个老手艺的传承人。那你这不就违背了祖训了吗？对呀，所以说我是王家大院，山西王家大院的第18世。嗯，所以说咱们王家祠堂呢要把我请出祠堂。哦，说我是家族的叛逆，不让我用我们家族的乌龙堂的牌匾和称号。经过我3年的努力吧，也算说服吧。家族呢现在也说，可以容忍我去教学生带徒弟。这样呢，就是说最后呢，我们家族的人是这么说的，说我是家族的，虽然是家族的小叛逆，但是不是中国炎黄子孙的叛逆，不是中国人的叛逆。嗯，所以说呢，他们还说我真的一个小小的手艺为我们家族光宗耀祖了。嗯，所以我也很自豪很荣幸的。可能大家伙都会觉得没什么啊，不太理解，但是这种为了传承传统手艺冲破狭隘的宗族思想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其实有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对，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在这长达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你就没找到一个徒弟？找到了1-2个徒弟，嗯，还算是可以吧。但是呢，终归他们年轻人的那种接受思维概念是不一样的。嗯，因为我呢这个年龄从小就是耳濡目染的，在这个环境长大的啊，所以说我对这个的那种亲情我是非常非常知道的。你比方说，我爷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的手艺是给人类带来快乐的。嗯，而现在的所有年轻人呢，他并不是想到去传承给人们带来快乐。他所想到的，我学会你这个手艺，我怎么去赚钱？嗯，所以他是要一想到学会手艺去赚钱，都跟利益联系起来，想买了。啊，是是是。那您招徒弟有什么要求呢？没有太大的要求，只有一个，德行。德行。对啊，所以说要学一门手艺，首先得对他要感兴趣。对。那说了这么半天，我们是不是来看看这门手艺到底精湛在何处？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好吧。来，把这个王老邪的工具台拿上来，对，让我们见识一下。眼前放的这个小箱子，嗯，就是当年我8岁正式出道背的那个箱子。哦，还在。而这个箱子究竟有多少年我不知道，而且这个箱子呢上边的原件都没有动过，这是那把钥匙。嗯，而且呢这个就是通关锁，上面有一句话写的是山东巧工王神手。啊，这个呢是当年乾隆给我爷封的菊花秀状元的王神手，因为我爷是王神手，所以说给我起个小名叫王圣手。哦，刚才你们看到只是个小箱子，嗯，实质上呢它是一个工作台。嗯，它是一个这样支起来的工作台。哦，好厉害，好古色古香，这都好多年了，几十年了，它都用了55年了。对。哦，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标志，叫行令。哦，金刚钻，瓷器活。哦，金刚钻。瓷器活，来，这边是瓷器活。大家都知道拨浪鼓，嗯，
这个拨浪鼓呢，是我们民间24个拨浪鼓的其中一个拨浪鼓。啊，人们在屋里面，不用出外面看，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菊池的来了，菊活的来了。啊，我能摇一下吗？可以，好清脆的声音。而且还告诉你们，这个拨浪鼓至少得有150年了。哇，这个箱子和这里面的一套的行头，我死以后要捐给中国民俗博物馆的。我们是有约的。现在我要拿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传说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那个金刚钻。这是金刚钻。对，因为这个金刚钻呢，它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究竟它有多少年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爷告诉我，当年康熙2年，康熙皇帝到我们家去给我们家书写乌龙堂牌匾的时候，他曾经拿过他玩过。这个小盒是个工具盒，我做菊活的工具呢，小型的工具都在这里面呢。如果现在这样看，你们猜一猜它是个什么？这像什么呀？哎，像蝴蝶葫芦。那么把它横过来看，你看它是不是个蝙蝠？那么蝙蝠的中间是一个蜥蛛，蜘蛛，蜘蛛啊，对啊，蜘蛛啊，这三个有了吧？而且呢，这个是松木，是我们中国大地上产的三松木，就是白松、红松和油松。松在我们中国代表着什么？干净有力，寿啊，寿，对吧？而且呢，你们从头上看，天高地薄，它的两个边是它天的1/2，这是棺材的做法。那么我把它合起来，福禄喜寿棺材全有了，全了，一个小小枯叶盒承载着我们老祖宗传统下来的福禄喜寿棺材全带了，真讲究。哎，真讲究。好，我把它打开，把工具拿出来，剪刀那么小，哎，钳子，锤子，嘿嘿，给我加加瘾，胡钩刀，镊子，真的，就说我们的工具摆放格局是必须要这样摆的，啊，有顺序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有规矩你才能把活做的规矩。那好，现在呢，我把这个碗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就是说这里面我顺便说一下，这件工具是非常特殊的一件工具，就比方说我们的碗要两半了，过去在老辈是没有教的，怎么办？我们用它来把它给固定住，固定住叫打盘。这是个普通的碗吗？这个是民国的一个老碗。趁您在做这个，我问一个话啊。那说，您说这个当年说您这个祖上是在朝廷里边帮啊，在宫里边对居活修瓷器，这宫里边有钱呢，他破了干嘛还修啊？他不都有造办处做新的吗？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在过去，每件瓷器生产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是，而且拥有一件瓷器都是一个奢侈品。比方说买一个碗，1元5毛钱，那么我们当年我在北京当年修局。做菊碗的时候，一个菊顶2分钱、5分钱，他宁可去修一个碗，他不会再去买碗。买碗是贵的，不像现在，这买一个碗是很便宜的。比方说，这一个碗5块钱，王老邪的一个顶是100块钱的，所以他就不修了。正好和我们老辈儿的那种传统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会儿是手艺，现在是艺术。对，你们看啊，刚才我用绳把它打上以后。现在呢，我要打辫了，你看啊，搅起来，把它搅起来，这个碗越搅越紧的时候，是不是它的缝隙就合在一起了？是是是是是是。那么缝隙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再用锔钉把它锔好，它就会滴水不漏了，这么个概念。现在呢，中国老辈儿不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现在呢就用金刚钻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哎，真的是要吐唾沫，还要润滑一下是吗？因为拿它做润滑。我这不打滑吗？这还能转？那一会儿您比量一下，我看看您打滑吗？我肯定打滑，是这样弄的。哎，要钻透吗？不会钻透的。要留多少？1毫米深吧。有个小小的细节，我不知道你们镜头能不能。
铁皮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你仔细看啊。啊啊！我的金刚钻钻头是弯的，对，是弯的，弯的，弯曲的啊，对，对吧？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脚在动，金刚钻的弯头在动，转这个孔的时候，那就说这个孔小，里面是大的。哦，这就是它是在往里边掏。对，这个钻头在里面是这么钻的，它是掏掏，所以里面就是一个倒烟尾。哦。为什么我们的居定上上是掉不下来的？它最神奇的就在这儿。哎，啊，这东西是金属的吗？还是铜的？这个是金属的铜钉，全是我自己来加工制作的。哦，就是说在做居定的时候。用剪刀再做一个，它出现了另外一个钩，比如说这个钩又出现这么一个钩，它和我刚才钻孔的里面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就是一样的，正好挂住，就正好挂住了。嗯，这一个居定的钩脚承重力是8公斤，我现在做一个钉。能来转，可以啊，我随便转个地方是吧？随便都行。哎，这打滑呀？对呀。哎，我这个弄不上，弄不成，特别的难，很打滑。你如果用力用大的话，它一滑就会刺到你自己腿上。这个是真的是讲究功夫，对，讲究火候。这个是火候的。来，谢谢王老师。四位老师刚才看了，我甚至是亲身体验了，我感觉这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那么老先生今天到这儿来的心愿是找传人，对于这样的一门传统技艺，您观看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不可以问一件事情，像您这样的技艺已经变成艺术了，这样的东西有市场价值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年轻人靠你这样的一个绝活，他能够挣钱或是能够过好的日子维持自己的生活吗？对，这里面我这么回答你，就是说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心态来学我的手艺，是这个手艺你学不好。如果你真的喜欢它，抱着把这个传承的这种概念来学习的话，一旦间把这个手艺学好了，它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的。现在我向大家坦白的说，您说我现在家里的活排号到4年以后，哇，而我平均每天只做3个小时，我工作只做3个小时，一天是5000块钱的收入的啊。因为我们老辈儿有一句话说，家趁万贯不如一技在手，一技在手走遍天下，这就是我们老手艺的精髓。是，今天也把这个活给大家展现了，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络绎不绝的窜到您那儿去想学这个啊。但是这个到底谁才能够成为传人，您依然有您自己的标准。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幸福大门要打开，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手上的票数要超过200票，请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器，超过200票，幸福大门将向王老师敞开，来，请投票。
你好。大家好，我是卜翠翠，是一名天津的大三学生。前一星期听说王老邪要来这里录节目，特意赶来拜师的。师傅收不？嗯，得看过程，还得有一个考验期。咱们这拜师有一个形式吗？得有的，得有形式，但是有一个前期考核的。啊，有个前期考核。我可以把它作为准徒弟。准徒弟。既然我把它定为准徒弟了，嗯，就得有一个证据在。啊。给你送给他几个字吧。送给他几个字。啊、什么字啊，老师？那就笔墨伺候。那好吧。谢谢。举国举人举艺术，希望你学到举的最高境界 啊， 啊，好不好？来，好好收藏好。好棒哦！来，我们掌声欢送他们，走上我们传承的艺术通途。加油！加油！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举活大师王老邪秉承着这句准则，将钨瓷这门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老手艺发扬光大。他用心缝补着艺术，用艺术缝补着生命。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百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接下来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来，站成一列，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31号组合。为什么叫31号组合？这个，因为我们初中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毕业以后就分别了，有三年是分别的，然后，到现在大一嘛，然后我们又重聚了。啊，来，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王浩宇，今年18岁。大家好，我叫王冠丽，我今年19岁。大家好，我叫赵云龙，然后今年19岁。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是初中在一块，高中不在一块，大学又在一块，这怎么回事？这挺阴差阳错的啊。是这样的，就我是广西南宁人，我是外地人。对，你是哪里的？我是湖南益阳。益阳，他呢？我是也是广西，但是不是南宁。啊，你们俩是广西的，他是湖南的。对。对然后大家都在南宁上初中，我们都是在学校里留宿的嘛。然后我们三个就玩得挺好。你们谁老大？谁要老二？谁老三？他年龄最大，他老大。啊，他老大，你老二，就是我老三。啊，你老三。那后来高中怎么又分开了呢？高中有很多原因嘛，父母工作的原因，又得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你回到 我没有，我还在。你还在哪儿？你还在南宁？你是南宁本地的。对 对， 对。你回湖南益阳。对 对， 对。他回广西柳州。柳州啊。啊。那后来怎么又到一块儿了呢？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吧？啊，初中的时候我们关系就很好了，但是就是当时分别的时候挺舍不得的，真的很舍不得。嗯，然后想着高中既然要回去，那想着有个机会就是高考嘛，想高考说那我们约定考一个地方呗。嗯，然后就决定大家高考完之后就商量商量，然后看了各地的录取分数线啊什么的，然后就衡量了一下，然后大家一起来天津，大学又考一起考到天津来了，对吧？天津哪个学校？商大。商大是吧？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初中的好朋友分散了三年之后，因为每个人都在成长，然后在不同的时期又会有更好的朋友，很难像你们这样，对，彼此还这么念着对方，还真少。
那不就和好了？现在都在一起了，怎么还愁眉苦脸呢？就你们三个人，尤其是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愁眉苦脸的原因也是今天来的原因。是吗？嗯，对。那心愿谁来说？我说吧。你说是吧？愁眉苦脸的人，好来，来，愁眉苦脸的人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希望我的父母可以谅解我的选择，希望我们的友情能在父母的支持下走得更好。好，谢谢。来，请回。你干了什么伤害父母的事儿了？就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爸妈希望我能去上海啊、北京更大的城市，嗯，或者说他们也考虑过说出国呀什么，但是。那你的意思是，是对父母最大的愧疚是没有随父母的愿？对。为了友情，对，就是你来了商大，他瞒着父母改志愿了。这事是你们俩撺掇的吗？不是，是他后来他父母很生气。就是我们知道了，也有就是跟他，对我们挺愧疚的。那你们怎么约定的是天津商大呢？因为我当时、就是吧？你们没有一个是天津的，你们是谁？是一开始对天津就情有独钟，还是怎么着？他吧，你、嗯、是你先说起来的，想来天津是吧？对，其实。我父母嘛现在在北方工作，希望我在天津，然后因为天津这边是一个开发城市，当老大还是有点优势的嘛，把他两个人都撺掇到天津来了啊。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一开始吧，就是分数出来之后那一个多月，真的在到填志愿结束为止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忙着为这个志愿着急，然后给我选了很多学校，然后很多就是觉得他们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前途的地方。嗯，那我问你，你父母中意的学校是在哪里？哪一间？他希望我去上海。哦，上海还是大学、南方。OK，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父母说你要来天津？还是根本就没说，直接填吗？先填了，我打算就是说先斩后奏。哇，先填了。那么最后这个自己把这个东西填了交上去了之后，多久才向父母坦白的？我到录取通知下来之前，我都没有这个勇气去说。你的分数线高了这所学校多少？可能五十分吧。五十分啊，行，可以。那你把通知书给父母看的时候怎么说呀？你总要跟他说吧。因为之前初中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到跑我家里、嗯、然后都是有交情的。嗯，所以但是我父母看到我去这个学校赶紧打电话问了他们啊，结果发现他同一个大学，知道一切怎么回事。其实我当时抱着一种观念，就是是金在哪都能发光，我只要努力也可以有个很好的前途。但父母不理解。嗯，现在是大几了呀？大一。你去大学父母有没有跟着你去？有没有送你到？你坐飞机去的？对。你在机场有没有送你父母？送到机场了、啊、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说，那是真生气了啊。那我问一下，你们俩在学校接到他的时候肯定是兴高采烈的，对吧？对。你们有愧疚吗？虽然我很理解他父母这种心情，因为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个好的一个前途。嗯，但是我从浩宇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上大学，就算你学习再好，你不一定能有像我们，我跟云龙这么俩，就能真正。你的主张是希望他跟你在一起，因为友谊。嗯、对，但是。是吧？我觉得你这朋友不怎么样啊。好朋友应该祝福他有更好的发展。他不能交新朋友吗？对吧？你们三个兄弟现在还很年轻，你们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大风大浪，仅仅靠着最初的这种义气的想法而走到了一起，是。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在往后走的过程中，你们一定要坚守你们这份责任和这份情谊，否则以后它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楼，会随时倒塌的。所以我希望这三兄弟能够一路走下去，越来越好。不管什么样，你们这辈子是兄弟，到老了你们还能在一起拄着拐杖在一起成为兄弟，我相信你们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希望你们的父母他能够原谅你，因为不原谅也没有用了，已经到了这个结果了。嗯，就是说的就是这些吧。嗯，你们首先现在没有必要从表面形式感上说能够赢取父母的原谅，因为父母永远都会原谅你。
但是唯一你们现在需要认识到的是什么是兄弟情，一定是在一起才是好兄弟吗？你们未免把好兄弟的这个概念太狭窄化了，而我恰恰认为，正是因为只能靠每天都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才能维系这兄弟感情的，反而不是最真的兄弟，而最真的兄弟就是看到对方有好的发展，不去阻挠，而是帮助，甚至于放手。如果兄弟你要去那个国家或者去那个地点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去吧，因为我们是兄弟。如果这会儿说不行，你不能去，你离开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兄弟，那这个兄弟就是画引号了。目前反正已经在一个学校了，对不对？不要吊在一起，而是要各自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我对什么专业感兴趣，我怎么发展才能做得更好，让自己学习上进步，是对父母最大的回报和安慰。如果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学习蒸蒸日上，而且取得好成绩，今后毕业能找到好工作，那会儿家长们真正原谅你们，并且说，哎呀，当时我们做错了，就是应该让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懂得什么是兄弟。我认为你们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哥不够像大哥，因为你没有在你的兄弟呢做错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他不能这么干。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兄弟有本事的话，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只要对方有事儿，我们都能两肋插刀的飞过去帮他，这才叫兄弟，对吧？真正的兄弟是他好我替他高兴，他不好我一定帮他，绝对不是两个人要手牵手一块儿呢去上课，一块儿同寝室做游戏，这才叫兄弟，那是小朋友时候的兄弟。长大了以后，哥们情兄弟情是可以海阔天空天地为炸何处不拦的，这才叫男子汉的兄弟情。所以该做大哥的要做大哥，该做好儿子的要做好儿子。你们三个人啊，我们今天确实是大开眼界，我没看见有谁能好到这样的程度。事业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彼此之间交往不能天天在一块混，混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倒是奔着同一个理想聚在一块儿，那种聚才有点意义，好吧？那么今天来这个有什么话想跟你的父母说，另外的两位兄弟还有你自己有吗？千言万语，我们打算跳一段舞给父母看。千言万语汇成一段舞蹈是吧？行，那我们就期待你们的舞蹈，好吗？好。不知大侠可喜欢小妹？大姐说的喜欢是孤男寡女荒郊同行，哪里有别的什么喜欢？
接下来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听了他们的故事了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接下来拿出你们的手中投票器，是否支持他们的父亲，父母原谅他，票数超过200门就会打开，那么他的父母就会接受他们的愧疚和道歉，好不好？来，你们的父母啊，原谅你。接下来我们看看你的父母自己会不会愿意出来接受你们的道歉，请开门。来，来，爸妈往前站。大家好，我是王浩宇的父亲。嗯，是他的妈妈。你们这个拿出蛋糕来，这意思就是不需要道歉了。这蛋糕是什么意思？今天啊，今天刚好就是王浩宇十八岁的生日。哦，今天18岁生日啊。刚好今天就是他18岁生日。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本来之前是没有什么安排的，就碰了他18岁，今天他的生日来看了一下。之前嘛，他偷偷的改报了那个志愿以后，得到录取通知书，我知道以后一直就非常的生气，瞒着我们俩，一直到天津来读书。我都没送，然后想想嘛，毕竟是自己儿子啊，长大了，今天看了这个节目，我才真正的理解他当初的那个选择。所以马宇爸爸在这里跟你说，爸爸原谅你，尊重你的选择。长大了，爸爸，明天，今天开始，你就是成人了。这个当爹的是确实很在意这个事儿啊，真的，要不然他不会声音哽咽啊。你们两个3年不见，这个是3个月不见。嗯，来个正式的赔礼道歉给爸爸妈妈。对对对，来，爸爸对不起。还有妈妈呢？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没有和你们一起商量。对不起你们那么重大的对我的期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就算没有能去你们理想的大学，我也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叔叔阿姨对不起，当时浩宇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马上阻止他。其实作为兄弟的话，就确实是应该为他的前途着想，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心。对不起叔叔阿姨。这个道歉还满意吧爸爸妈妈？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是吧？对。然后呢，看到他们三个为了这一份友谊，为了这一份友谊，能